许是因为太寒老妖的关系，怎么耍赖统统都没关系。面对最自然无法动摇的亲情，就好像是要我的命。我有着一个非常矛盾的个性，还有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。其实很想说我好爱你哟，虽然你们热情的时候我总是沉默，不是耍别扭，我真的很害羞，还有不得已的苦衷。越靠近越说不出口，总是沉默，不是耍别扭，我真的很害羞，还有不得已的苦衷。越靠近越说不出口，好，谢谢。